杨建华与交往3年经营石油设备的美籍男友 Ben 结婚，交往期间两人感情稳定，常常晒出出游照。杨建华10月也大方发文庆祝男友生日，甜寒谢谢你让我相信爱情。18日他则写下，我是陈太太，不再是杨小姐，对于新的身份我非常喜欢也非常珍惜。2周前出席活动，他突然松口说会选择先去登记结婚，且不打算公开宴客，只会跟亲友低调庆祝。被问到这个年龄是否还愿意怀孕时，他立刻点头表示，当然一定要生小孩，不介意当高龄产妇，我好喜欢小孩。他自己也早在7年前就喊说要冻卵，但因为胆子太小没有执行。如今他不介意当高龄产妇，但如果没有怀孕会考虑领养小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